迎えたす。近点这个也干掉了。现在你需要跳到绿色尽头旁边的阳台上，然后坐电梯，走上面的过街天桥到街对面去。认识那个改造怪人，狗日的艾德姆重锤，是杀你的那个人吗？人？他他妈根本就不是人。不过知道吗？他来了我还挺高兴。你挺高兴？虽然我醒过来的时候三郎已经死了，但重锤还活着我也就知足了。你知足有屁用？反正你他妈又没危险。好吧，行，是我们，反正枪他们也在你手上。你试着到微小区去，那里有地方可以爬上去。这看着不同，你确定这不是竹村给你准备的小花絮？操，差点摔死！当心，
靠的。想办法下去，切记一定要当心。是的，就这样。我要的是活人，不是死人。投降。再走几步就可以解决他们。告知，正在扫描区域。目标我干掉了。非常好。你可以在房间尽头找到一扇门，外面有楼梯，这是通往下一个目标最快的路。他人在高点，随时向你通报。小天，我们
你没好处，出来吧！啊！
东西，我去看看。想安全了，谢谢你的好消息，那是山车行进的方向，不然我会变成活靶子的。还剩下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那个荒蛮的黑。方向安全了，谢谢你的好消息，那是山车行进的方向，不然我会变成活靶子的。还剩下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那个荒蛮的黑客，他手里控制着所有的网络，你必须除掉他，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入侵山车。他躲在一栋未完工的公寓楼里，就在第二个狙击手的位置附近。OK， 这就去。
折腾半天，该休息休息了。操！小天，正等着你呢。Oh!
活着呢，目前还是。算你走大运，去谢谢你的老朋友五郎吧。OK， 很好，已经上线并连入系统。华子在里面。他在干什么呢？我看着好像在打电话。你听听看，你千万别忘了把警报关掉，这样我才能进去。危険だと警告されたの。織田とも連絡が取れないし、何か変だわ。パレードを中止すれば、弱さは露呈したと思われる。弱さ？誰の？あなたの？俺たちだ。私が参加したのは、あくまでもお父様を追悼するため、操り人形になるためじゃないわ。この見せ物では、みんなに役割がある。美智子は文句言ってないぞ。だが、お前が言うなら中止してもいい。全部やめだ。お前の安全が第一だからな。兄さん、やり終えましょう。ありがとう花子、せっかくの式典だ。やり終えなければ悔いが残る。五郎、所有系統都乱了、寄回来了。お父様、花子様、あなたはお許しよ。どうか話だけでもお聞きください。サムロ様は父のことを口にしないで。最後のご奉仕なのです。サムロ様の死について真実を明かすことが、サムロ様の死について真実を明かすことが。花子様、無礼を働きたくありません。しかし B、快跑。操他把他打死了。不管他干了什么，这回真他妈要完蛋了。我就知道不能相信他，不是说要把他控制住吗？我们最好还是赶紧他妈撤吧。是不是疯了？没时间解释了，我们必须立刻见面。你在哪儿？青城街有一栋废弃的公寓楼，我就在二层的303号房间，敲四下门，快点！我差点被子累死。我看着还行吧，马上就直播了。3、2、1，欢迎收看新闻54台，我是 Jillian Jordan。为您带来日本街的现场直播。今天在这里举行的光板三郎纪念游行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根据我们采访到的现场目击者称，在一辆纪念山车上发生了枪击，据说那正是光板华子本人所乘坐的山车。遗憾的是，目前就这一事件，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。
好的，进来吧，快点。我还以为你被他们抓走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刚才你他妈在想什么？我用了镇静剂，他想打开追踪器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给他上了杯茶。上杯茶？你把黄板华子绑架到这里，就你妈为了请他喝杯茶吗？啊，他礼貌地拒绝了。告诉他来选的真相，不用掩饰，你必须明明白白说出你看到的。这样也许他会听你。花子様、彼が例の人物です。どうか話を聞い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。很抱歉，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这是今天我第二次听见这句话了。荒坂赖轩才是杀人凶手，是他掐死了你父亲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一定是疯了才会觉得我会信。我知道突然说这么多很难让人相信，但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看重荣誉值得信任的人，所以我想和你做笔交易。你和我做交易？赖轩打算卖给网监的芯片就在我脑袋里，此时此刻我脑袋吃了一枪，被芯片上的技术救了，可眼下他在慢慢要我的命。你们的某个人格意识体印记正在覆盖我的意识，再不阻止他就来不及了。我知道你应该有办法帮我。华子小姐， V 就是你哥哥犯下可怕罪行的活生生的证据，他的话句句属实，只想请求你帮他处理 Relic 的问题。华子小姐，听到什么没有？你去看看。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
赶紧走，我让他们没机会了。救守村，不能丢下他不管。别管他了，那家伙死定了。难不成你想给他陪葬吗？赶紧走，我别管他。Thank you.
他妈想什么呢？疯了吗？他已经没救了。投降。
降。开火。掩护我，我在装弹。目标受伤。要卸以后再卸，现在得赶紧想办法出去，快！右边有几个空房间，咱们只能搏一把了。
当心，我们必须分头行动，这样机会会多一点。啥？谁说的？我说的。走。你说这些汽车旅馆是不是专为我们这种世界级的倒霉蛋准备的？空调不好使，床垫底下尽是烂针头，屎管子还爆了。真的，我说谁他妈会来这睡觉？这破地离夜市城也就几英里，要出城的不会在这停，要进城的他妈不会在城里睡吗？在这么个鬼地方干哪门子的汽车旅馆呢？你说的对，就是他妈的两个废物。五郎绑架华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完蛋了。瞧见没？敢坑公司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你以为自己踩上了狗屎，其实呢，是大头冲下进了堆着粪的茅坑。不管谁他妈敲门，直接给我他妈一梭子，不用他妈警告。万一是五郎呢？骗谁呢你？哼，我们分开都24小时了，他屁消息都没有。入土为安吧，王八蛋。你也见识过他的身手，就算没有植入体，他也很强。他一定能挺过来。在夜市城，不管你有多能耐，敢单枪匹马，那一口就都崩穿了。听到了吗？汽车。对，汽车。我操，只有一辆。楼着扳机 V。别吭声。我有个消息要送给 V。别碰那扇门。你睡着了吗？该醒醒了。找谁啊？我问你找谁？啊，你放不放我进去？想让整个旅馆都知道吗？我可有枪，你别耍花样。可终于，墙上那个是血吗？没错，是血，上一个死鬼留下来的。所以你刚才说什么？有消息给我。就在你面前呢，很快就开始了。什么开始？是个信偶或者是替身。有一件事我要先说清楚，我还是认为你疯了，但你是荒坂华子，但我不能再骗自己了，我选择相信你。抱歉，这个真相一定让你倍感痛苦。是很痛苦，我都不敢正视真相。接下来做什么？赖轩他在公司的心脏上狠狠捅了一刀，我要趁伤口还没愈合赶紧行动。活着的人里，只有你才能够证明他的罪行与背叛。说让我去我就去吗？你现在凭什么跟我谈条件？如果我要强迫你配合呢？是吗？那可得多派几个人来劝我了。你之所以来找我，就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了，除了我以外。这话不假。那你有什么条件呢？把你知道神鱼的事通通告诉我。神鱼是我父亲的项目，伟大旗舰之一，一座数据要塞，服务器遍布于地球轨道上的所有空间站。你可以把它当作人格意识体，或是数字灵魂的档案馆。是监狱吧？视角不同而已。无论如何，这都不是你寻找救赎的出路。
除非对 Relic 还有创建意识体的流程能有充分的了解。我追查过你们那个叛逃员工 Hillman 躲去康逃了，我跟他聊过，那个印记早晚会把我完全吞噬，而且这个过程无法阻止。一个科学家居然下这么肯定的结论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拿到了 Relic 的设计图纸，里面详细记录了它的内部原理、项目的技术文档，都很有用，尤其 Hillman 还活着就更有用了。我会联系他，让他明白没有任何人能偷偷离开荒坂。我设法联系上了 Alt Cunningham。 著名的 Cunningham 就是发明灵魂杀手的那个，现在用的就是他自己的版本，那应该对我们很有帮助。目前我们知道的就这么多，有什么想法？我们见上一面吧，于今夜总会，在市中心，那里不惹眼。务必记住一件事，从现在起，我们都必须格外、格外的谨慎。看来我可以交差走人了。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这回我宁可看到一群荒坂特种兵冲进来。我们的目的达成了，难不成你看上那个替身了吗？我，滚你的吧！你再好好想想，昨天华子还生活在一个毫无危险的世界里，而现在，他要面对什么？陌生的城市、弑父的哥哥和他妈的一个贼，所以他才派替身来。他很孤独，而且比我们更心惊肉跳。啊哈，卡达，什么？你说卡达？嗯哼，他给你带上了狗链。怎么着，还琢磨着斗白脸婊子的机灵呢？操！完蛋，又来了！操！啊！加你！你死不了的，有我在。Johnny， 啊，是海风的咸味儿。起来吧，这会儿的太平洋可是最美的。刚刚我差点就交代了，差点。我们在太平洲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老酒店皮斯蒂斯索菲亚，现在的客人就只有我们俩。来吧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为什么偏偏带我来这里？你别急，等会就知道了。你又伤我身，总不能把你扔在那不管吧？肯定感觉特别爽吧。是不是想吃那药？别激动，要真想蹬了你，我早把药全吞了，用得着等到现在吗？我才是你动摇了，就在你打算咽下去的时候，忽然良心发现了。闹了半天，只要你赢手还有良心吗？靠，不说这个了，行吗？可以从窗户爬过去，我琢磨应该没问题。
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？我站的这个地方有个暗格，来打开，把东西拿出来。这都是你的？以前是，现在都归你了。50年前，墨西哥冲突的时候，当年我跟你一样，生瓜蛋子，加入了公司的军队。到了墨西哥之后才明白，不管仗打成什么样，公司都是赢家，输的是普通老百姓。所以，你就打算写歌来说出真相？没有，我逃了，被抓住之后就被关在这屋子里，我在床上躺了快1个月，天天盯着吊扇发呆。那我真想像你一样躺下盯着吊扇看一辈子。所以我才带你来这儿，我不想让你走我的老路，把时间一天天浪费掉。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一起上战场并肩战斗，你会为我挡子弹吗？会，我会的。带这块狗牌的人在墨西哥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。关于现在我想了很久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不会对不起你。等时候到了，我会同意被删除，咱们一命换一命，这块狗牌就是我的承诺。我也会为你这么做的。知道了，谢了。你要考虑华子的提议，认真的吗？华子和我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是啊。听着，你觉得自己对，那就去做，这你说了算。我只有一个请求。什么 ？Adam 重锤，那个打败我的狗杂碎。无论我怎样，我都要他死、消失，风一吹连招都不剩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还要你带着 Rogue 一起去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对他也是一样。我看 Rogue 可没有你苦大仇深。你也说了，如今他是个爱矫情的贱人，既然时间有点久了，那我就来给他提提醒。你把 Misty 给你的药吃了，你的人借我用一会儿。我不可能对你这个提议有兴趣，你应该知道吧。我就是跟 Rogue 简单说说重锤的事儿，说完就走，我保证。居然拿 Rogue 当借口。什么借口？为了最后能把你的身体占为己有吗？或者为了实现某个袭击荒坂的二逼自杀计划？我已经很了解你了 ，Johnny。我说最后一遍，没有秘密计划。我要知道你具体打算怎么干。我想把真相告诉 Rogue， 看他愿不愿意帮忙。阎王爷不收我，所以顺道来看看你。我只要提一句重锤。把他在哪儿说出来，才聊聊从前的事儿，就完活。好，算为了你吧，我同意。明白，谢了。带我去来生，我保证，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我好点了，差不多该走了。还是觉得你的心脏旁边有点扎得慌。我估计是好不了了吧。皮斯蒂斯索菲亚酒店，是不是？烟气的好地方。不过不是今天。